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卡兹爆米花的爆好运戳戳乐。好，哇哦！对啊，它好像一个大富翁的模式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格子可以戳，它上面有讲说，请先将有一个那个卡兹爆米花图样的格子戳开，然后组装小熊玩家跟骰子，就可以开始旅程喽。那我们先来把这一格戳开吧。嗯，就是小熊玩偶啊，跟那个骰子啊，我们来把它组装起来看看吧。一定很好玩。我们组装好咯，然后组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把这块盖子我们把它剪下来了，剪下来这样玩比较简单。对啊，比较简单吧。那我们就开始玩咯，开始挑战。那你是红色的，对，我是，你是红色熊熊，嗯，我是黑色熊熊。谁是谁先？那让你先好了，一次塞两个小骰子哦。嗯，开始。好呀。多少？一加三，四步。休息一次，当当，那我可以塞两次喽。好，换我了。你两次完了以后才会轮到我。对，换我喽。开始。开始看一下爸爸的画面。四步，哦哦。一样是休息一次，所以因为我也休息一次就，就不用休息了。换你。六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是什么呢？高歌一曲，你要负责唱歌，你要唱一首歌出来。哇，我也是六步啊，不会跟你一样吧？我都跟你一样哎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也要高歌一曲啊。那我应该要唱什么？唱《鬼灭之刃》，我只要唱一句就好了。只有孤那列路里我西达，不哭我之类的是师妹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好 ，OK， 换你。你说什么？换你咯。骰子呢？骰子在你手上。三四五，恭喜戳一个洞洞。随便吧。将我们终于的，我们终于可以戳到第一个了。随便。对啊，随便。你要戳哪个呢？这个是猫。好，比萨斜塔。爆米花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一个爆米花。你先拍完影片就可以吃了。什么口味的、啊？我看看，上面有写吗？上面不会写是不是？好像没有写耶。那等一下就可以知道啦。好，看爸爸。四步，是不是都跟你一样啊？你看四步吗？一二三四，不是，我四步我没有中，换你喽。我想要吹。三步。三，休息一次，所以我可以甩两次。所以就拿到这块才会换。对，三加一，四步。啊？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是命运共同体。一二三四，将我也是休息一次。这次换我。所以换你喽。
应该要耍一二三，三步或五步最好。四步，哦哦，没有中，看看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没事，换我喽。安全的，我现在安全地方。四步，一样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换你喽。五步。恭喜戳一个洞洞，有可能会戳到100块奖金哦。那我要这个好了，这个看起来比较亮一点。好啊。我觉得我们运气没有办法这么好。又是爆米花。爆米花，只有爆米花而已吗？对啊，只有爆米花。你又拿到一包爆米花了。你又不知道是什么口味。换我喽。那上面有写什么？卡兹爆米花观光工厂乐园，是这样子，一个行销，嗯，这样子是吧？这样子。好，看我了。我想你可以三步，所以我在这里，一二三，原地跳三下，好。一跳，一、二、三， okay. 好，换你了。坐下，反正我可以拿到一个洞。我还有几步才能？还有三步。对，三步。四步，哒哒，是什么呢？没事。你会自己。三步，三步去哪里？一、二、三。安全最后。换你了。太大力了吧？五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休息一次。哇，你快到终点了。嗯，我剩两步就要到终点了。一、二，耶！我终于可以戳一个洞洞了，第一次。没有了吗？空空了吗？哦哦，空空。那、啊、你到达终点了。第一名可以戳一个洞洞。可以戳一个洞洞。好。只有女神。它上面都会有介绍。它背面就有介绍，只有女神。这样赢了就结束咯，那你要不要再从头开始走看看？好啊，那我们这次做第二次的挑战咯。看看我，那我这次给爸爸一次机会。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什么机会？让我先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我先哈，那我先吧。这次一定会赢你。一。对。二。对。三。四。四。五。六。高歌一曲，你又要再唱一次歌啦。那我可以唱一句。好，唱哪一句？我先想先。鬼灭，你会唱吗？对。然后呢？理由我是大，我哭我。OK， okay， 成功。爸爸，好，换我、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噔噔，回到起点，这样我回到这里来了。现在要重来了。对，我要重来了。那我这次就会我赢了。Oh no！ 一、二、三，学牛叫一声，开始吧。这样叫牛吗？
你不是最近有听那个吗？黄明志的魔吗？魔魔魔魔魔魔。哇，你又赢一次了，又是你第一名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再戳最后一个洞洞了。最后一个洞洞。第一名可以戳一个洞洞。饼干，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钱。哦、oh, ，我们全部戳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将全部戳光光了，没有戳到百元红包。不过这个也还好啦，我们这样子玩起来蛮好玩的，而且这很便宜啊，这一个199块钱而已。有吗？里面会说会有这些盒，我希望这个东西会比较多。这个，我们来看里面有爆米花什么口味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边。里面有特浓巧克力、起司、焦糖牛奶、海盐、玉米浓汤跟玫瑰盐，啊，听起来都不错哎。这个还蛮好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是在 Seven 买的。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看看，应该蛮好玩的啦。应该没有吧？而这纸到时候还可以留着，也可以用笔自己做一个东东乐，可以啊，对啊，我们可以自己做东东乐，把奖品放进去里面，然后用这个玩就可以搓了。对。对啊。是这个纸必须要，如果你要买这个东西的人呢，必须要先把这个割下来之后，玩这游戏搓东东，完了以后。对呀、啊，可以这张我们需要留着。知道了，好，那我们一人开一包的爆米花吃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我们抽到什么口味，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，试试看好了。甜奶咸的，甜的，甜的，什么口味？你觉得什么口味？吃起来像什么？随便讲，那个是什么、啊？焦糖玫瑰圆，甜甜咸咸的吗？对。我吃一个看看。好像是焦糖玫瑰圆哦，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就是这个。那我自己也开一包了，奖开奖。我今天起来吃。你看。好贵耶。巧克力的样子，来。给你吃，巧克力的吗？巧克力的，美式特浓巧克力。哦，这个好吃哎。我这个还蛮好吃的。有的玩又有的吃，还不错啦。小朋友就可以大家一起玩，然后抽中的就可以打开来吃，还不错。而且又很便宜，199块而已。那饼干就好吃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，然后按赞，记得哦。记得哦。那跟大家一起说拜拜吧。拜拜，亲爱的。冰箱，我要吃。这里面还有附两个苹果气球。做起来我就会像这个样子哦。你好不好吃苹果了？还好吃吧，还要吃苹果。拜拜镜头，我要等哦。拜拜。